找一下醉老师，醉老师在哪里？好像是黄二，有结实的身体才可以说自己是醉老师。醉老师在哪里？在那边啊。他现在一定觉得很丢脸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他好像说VCR里面也有你呀。就是嘛，给醉老师一个掌声鼓励啦。他是我们很棒的健身教练，而且他给我们很好的正确观念，就让我们可以很结实，而且给森娜很多的帮助。对，是的 ，Love you。还是有些福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定要有。来来，我们站在这边给他们拍张照。三二一，如果 U 包露出来，要帮我修掉啊！哈。哎，这边拍完，后面也拍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 catch 到最美的样子啊？太棒了！演唱会真的是走到了一个类似尾声的地方。对，我的脚也差不多快要爆炸了，已经无心就是投入了。可是我觉得我有心，我有心，因为我们就算穿着高跟鞋很痛很长的时间，可是你们尖叫声还有你们给我们的回馈，会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唱这首歌呢，是让大家第一次认识 SHE， 而且那个时候的 MV 还没有我们三个人的脸，是三个可爱的娃娃。对，是我们 SHE 的第一首歌，特别有意义。对，献给大家，恋人未满。Yeah.
们小时候有去那个很多鲤鱼的池塘喂过饲料吗？我知道，你形容的太好了。中正纪念堂也有，就是啊，你这样丢饲料下去，他们嘴巴就这样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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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都是我们最忠实的鲤鱼，你们都是我们的鲤鱼，谢谢你们，太棒了，太可爱了吧，那气球。只要带我去拿来 ，Pinky 一定会很开心。啊！看到好多熟面孔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的。来，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哦，哇，不要站在椅子上啊，危险。还有自己觉得刚刚 Ella 讲说有很多熟的面孔，对，就是很多陪了我们12年的歌迷朋友，对，我们一起成长，非常非常多，我们都看到你们脸，我们都知道。对，而且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。对。然后呢，你们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我们非常重要的场合，你们从来没有缺席，包括今天跟昨天这两场演唱会，所以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。然后现在你们看到的这身衣服很特别，有黑白的点点，其实就是我们第三张专辑的一个 idea。对，我们的宣传服。首播歌曲的打歌服就是黑白点点，虽然呢有时候会有些很黑白的念头，可是只要你相信自己，然后给自己很多的力量，就算是黑白念头，他要帮你收起来了。不行啊，这一定是要在旁边啊。啊，恭喜你！就包括我刚讲他名字，就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黑白的念头，对，可是我们呢还是要有彩色的心情。是的，就像现在这首歌，我们要献给你们的《美丽新世界》。